大家有好奇他的任何都知道，软硬度什么的都知道。你听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怎么样？很像馒头，是有点软软的，然后但又有点 Q 弹。我觉得男生不是说喜欢肉肉的女生，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立志要当很肉的女生。可后来就最近有想要减肥了，对，想减肥，因为我发现就是肉肉的拍照就是没有那么上相。所以我最近有在减肥，这样。哦，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那一趴会那个裸奔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把它埋起来，所以它因为身上很脏，所以我就说我带它去就是海边洗澡，然后洗着洗着才脱掉那个衣服，因为超多沙子的，对，衣服里面全部都是沙子。不会搓，绝对啊，不会搓就直接抓了，直接抓，不会搓搓看，他爱抓我，会捏看看，对他超爱，经常搓搓看看，这个很可怕哎，没有帮他试那个，他感觉很可怕，他就是没有，只是试看看每个摸起来的那个胸的大小，他超爱就是涂脂，然后掐我，对，因为我个性是很顽皮那种。所以说大家有好奇他的任何都知道，软硬度什么的都知道。你听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怎么样？对啊，很像馒头。馒头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点软软的，然后但又有点 Q 弹。有些人是里面会有硬块。里面有硬块应该是谁？里面有，我有摸过朋友有硬块，我有跟他说叫他看医生。就是那一次之后，我才开始要帮朋友。他就触诊，他是到处帮别人触诊，他是真的没有。还是有人想要现场需要吗？需要触诊？要吗？这种摸过觉得不是真材实料的，有吧？有啊，摸过，有。他很爱摸别人，对，我有摸过。所以透过嘴可以知道他是真的假的，一定知道。其实用看的就知道了，看出来，因为他们如果是假的，其实会上面会有点油亮。感觉、那个光泽感，有硬块，哪有没生病？没有啦，是有弹性的。对，你没摸过他的、哦？其实也有哎、欸，可是他摸的他方式是很暴力的，但是我是真的在发触，他是啊这样子抓，是哦，对，因为他有时候是闹我的那种，就是搔痒我的，对。